到底有什么好拍的呢？我们现在在人民大会堂。听说张惠妹跟周华健都曾经在这边开过演唱会，超酷的。而且非常多网美在这里，然后刚刚呢，我的旅伴也帮我拍了非常多网美的照片。洪崖洞是现在抖音上面最抖最红的地方网美景点，所以我们今天花了非常多时间来这边拍夜景，真的超美的。是洪崖洞，哇，中国最陡的地方，真的很陡，超陡。好啦，我们刚刚拍了夜景，非常的漂亮，回去再让你们看影片，再见。